最后又集威飞星，好啦，全部慢慢准备得啦。一开闸嘅时候啊，见到抢喺前面嘅太平福将啊，跟住一个胡之星都唔慢，左右多少有呢只建安啦，然后就有金威喺外档嘅，然后先至见到有东方不败啊、喜连之光啊、内栏抢翻上啲，跟住先至有全心啊、必二星啊、高胡之星啊，呢个威飞星左右多少先至系呢个系好成绩啊、猛龙船啊、呢个幸运之星包尾一对马就翠禾同埋智多宝咁样嘅，跑咗大约系400米嘅路程啦。建安抢上嚟，知唔知有成五个马威？咁就喜连之光守住喺第二位，第三位就系金威，跟住有呢个全心，然后太平福将左右多少东方不败，然后先至有威飞星啊，跟住咧就系有呢只高胡之星啊，然后就有猛龙船啊，必二星，跟住咧就有呢个幸运之星啊，然后就系好成绩啊，智多宝啊，包尾咧就系第五个翠禾噶，而家跑咗800米嘅路程啊，建安咧越放越远啊，至于有成10个马位咁滞噶啦，跟住喺第二位然系喜连之光，第三位嘅就系金威，然后就系有呢只全心走住第四，再有多少嘅马咧？见到啊有威飞星啊，然后就太平福将啊，跟住咧先至系有啊呢只高胡之星啊，东方不败，再有多少个马先至见到啊？有呢只啊猛龙船啊，必二星啊，然后啊翠禾啊，跟住咧就有智多宝啊，幸运之星褪咗落尾啊，好成绩啊咁样噶。去到转弯中间嘅时候啊，呢只建安咧已经系逐渐咧系冇咗力噶，跟住咧只占先有成3个4个马位噶。跟住第二位然就喜连之光啊，金威一路咬住过嚟跑，跟住有太平福将啊，成只马上紧嚟噶啦。有一转正入直路嘅时候啦，见到啊呢只喜连之光首先退出嘅。跟住啊，呢、这個太平福將上緊嚟噶，最後多少個馬咧？見到有翠禾亦都係上緊嚟啊，金威啊咁樣嘅。去到最後300米嘅時候，見到翠禾喺外檔啊，過咗呢只太平福將噶啦。跟住有呢個金威亦都係上咗啲啊，外檔亦都係好成績上緊嚟嘅。去到最後200米嘅時候，翠禾咧壓住啲太平福將啊，跟住埋面必二星啊，喳喳聲啊上緊嚟嘅啫。跟住咧有呢個猛龍船過終點，第一名嘅翠禾，第二名嘅太平福將，第三名就係必二星，第四名啊先至係猛龍船。今年嘅拉比大賽咧，結果有一隻長勝嘅馬咧，就係翠禾咧取得勝利啊！雖然一度啊褪到落尾啊，但係末段咧展開強勁嘅衝刺，幾個箭步咧衝上嚟咧係逢馬過馬嘅，喺末段咧同啲太平福將咧鬥到難分難解。去到最後200米嘅時候咧，太平福將咧開始係冇乜力噶啦，必二勝咧喺馬群當中咧亦都係穩位衝緊上嚟噶。過終點嘅時候，第一名咧就係翠禾，第二名啊就係呢只太平福將，第三名啊先至係必二勝。第四名就係猛龍船。翠禾最後階段嘅獨贏彩金係36.1噶。好啦，全部慢慢準備得啦。一開閘嘅時候啊，見到搶喺前面嘅太平福將啊，跟住一高胡之星都唔慢，最後多少有呢只建安啦，然後就有金威喺外檔嘅，然後先至見到有東方不敗啊、喜連之光喺內欄搶翻上啲，跟住先至有全心啊、必二星啊、高胡之星啊、呢、这個威飛星，最後多少先至係呢個係好成績啊、猛龍船啊、呢、这個幸運之星包尾一對馬就翠禾同埋智多寶咁樣嘅，跑咗大約係400米嘅路程啦。建安搶上嚟，知唔知有成5个马位？咁就係喜連之光守住喺第二位，第三位就係金威，跟住有呢個全心，然後太平福將，最後多少东方不败，然后先至有威飞星啊，跟住咧就系有呢只高胡之星啊，然后就有猛龙船啦、啊，必二星，跟住咧就有呢个幸运之星啊，然后就系好成绩啊，智多宝啊，包尾咧就系第五个翠禾噶，而家跑咗800米嘅路程啊，建安咧越放越远啊，至于有成10个马位咁滞噶啦，跟住喺第二位然系喜连之光，第三位嘅就系金威，然后就系有呢只全心走住第四，再有多少嘅马咧？见到啊有威飞星啊，然后就太平福将啊，跟住咧先至系有啊呢只高胡之星啊，东方不败，再有多少嘅马先至见到啊有呢只猛龙船啊，必二星啊，然后啊翠禾。跟住咧就有智多宝啊、幸运之星褪咗落尾啊，好成绩啊咁样噶。去到转弯中间嘅时候啊，呢只建安咧已经系逐渐咧系冇咗力噶啦。跟住咧只占先有成3个4个马位噶。跟住第二位然系喜连之光啊，金威一路咬住过嚟跑，跟住有太平福将啊，成只马上紧嚟噶啦。有一转正入直路嘅时候啦，见到啊呢只喜连之光首先退出嘅。跟住啊，呢個太平福將上緊嚟噶，最後多少個馬咧？見到有翠禾亦都係上緊嚟啊，金威啊咁樣嘅。去到最後300米嘅時候，見到翠禾喺外檔啊，過咗呢只太平福將噶啦。跟住有呢個金威亦都係上咗啲啊，外檔亦都係好成績啊，上緊嚟嘅。去到最後200米嘅時候，翠禾咧壓住啲太平福將啊，跟住埋面必二星啊，喳喳聲啊上緊嚟嘅啫。跟住咧有呢個猛龍船過終點，第一名嘅翠禾，第二名嘅太平福將，第三名就係必二星，第四名啊先至係猛龍船。